锦泽屋日式平价家庭料理，有人要请我就来。就伊号做林木百汇啦吼，人阿咧食好料，伊拢对着啦。其实这个介绍差不多啦吼，上无嘛比迄个靠北的城市较俗啦。哇，这么大位哦！好，啊，头家娘，我这龙眼啦，不是有相啦。啊，伊咧跟你访问，我安那穿好介绍一下你。安那怎么走嘞？安那怎么用走嘞？哦，一定，这笔真好嘞吼。本人帅呢。啊，本人哦。那么久没在荧光看到你。啊，因为导播我开除伊啊，甲翕阿伯哟。有遮侪人咧翕安尼啊。好，这内底有啊，安尼就咧翕吧。好，这有蒸啊鸡鱼，是。啊，有红柑加鲑鱼。你又喜欢龙眼？这人叫阿星啊吼。啊。啊，伊来咧翕好食的吼，一定爱边爱啃啥？黄梅。哦，爱放迄落金门果粮啦吼，啊，所以佫爱放一包迄落长寿的粉安尼，证明这是个来世界一个我看。珍珠粉。啊。喂，阿粉来收起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就是拿伊翕的相片拢有这啦吼，这两行安尼以资证明。哦，这边以上了，麻烦介绍者。这个是五味鲜科。啊哈。对，啊，那个是银鱼。等，这是。五味鲜科。啊，这些银鱼，炸银鱼，还有鸡腿，还有山药乌梅。哦，这场，山药乌梅，沙拉啦哈。哦，啊，中一个，啊，这鸡腿安尼哦。啊，中是啥？鱼卵鲍鱼。中是鲍鱼沙拉。鲍鱼沙拉哦。啥？果香软壳蟹。果香软壳蟹。这能卡，能卡紧啦，能卡紧，今麦干么？能卡紧，嗯，这个能，啊，赞，九破鲜鱼锅，要不要弄出来？来啊，给我们看一下，来啊，哦，三米鱼，老板，这三米鱼，这个是海螺。来，今麦来欣赏头家娘的这个啊秋露，不是头家娘啦，是头家啦吼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不应该叫头家娘啦，这其实是你。头家。啊，不，你啥？你师傅哦？啊，没有，我女儿是头家。你女儿是陶哥哦？没有，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陶哥？啊，看你的型的，我一直搬呐。啊，你是第一队的呢？没有啦，你要可以写我的故事呢。哎，自学成功。对。完全自学成功啊！真的。这么厉害哦！中年转业。中年转业啊！啊，不，你本来做啥？我本来伫漫画屋呢。漫画屋？对呀、啊。漫画屋，刚你是迄个寿司的漫画画手作。你画漫画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定是看漫画画手作才会晓做的，对吧？就是不喜欢看漫画才转这个啦、啊。好、哦，不喜欢看漫画，不是看漫画学的哦。啊，这是这笔是啥？啊，甜虾啦。我们的那个我还没拍得很漂亮。还没拍得很漂亮。对呀、啊。我给你介绍，。哎，还摆几样？啊，不喜欢看漫画啊，所以找来家己做哦。啊，拢免学。啊。呀，你。我讲给乐乐听，下次你来，我讲给你听。哦。你要再来哦。好。啊，你这样呢，切到这大地，敢会好？敢会好？敢会好？切这大地，敢会好？我们家可是小个冻啊，个麻古呀，个新鲜呐。哦。
内行来啊，行行啊来，你知无？我知喏。啊，不，知影行行。啊，你这是你拢去对一个鱼池，这食材拢一堆选的。人家送来，啊！你家己无看，哇！遮水的姑娘啊，哎呀、啊，好。我头家娘阁有甲大家敬酒，啊！你是爱啉茶啦，啊！啊！你唔是爱大家敬酒，啊！你唔跟。哎呀，啊！你唔，啊！你唔叫大家来，你唔叫大家来来。你要讲啊，大家要请大家来。跟帅哥拍一下。好来。刚好加锦锦泽屋日式料理，金华楼甲大林街靠家，大林街高层科。好。好了没？老膝盖当然搞一些高锥科矮臂的鸡啊，交给你们了。谢谢。拍拍手。